記得咧幾十年前啦，應該係1976年啦。咁咧就好想去加拿大讀書喎。咁但係咧讀書要去見領事咧，領事就要求你一定要2000蚊咧加幣咧喺個銀行要俾佢睇，如果唔係咧就冇得去噶啦。咁咧當時邊度有2000蚊啦？啊，200蚊就有啫。咁所以咧就好惆悵，日日咧就僕住喺自己屋企個書袋嗰度，咁咧就祈禱啦，啊冇咩辦法可以做噶，祈禱上帝。咁咧去到一個地步咧，就係就嚟要見領事啦，但係好都仲未有呢一筆錢。咁有一次我祈禱嘅時候咧，我個櫃桶咧係一個木做嘅，喺第一個櫃桶咧有一個罅位。奇奇下都突然間咧有張書籤咧彈咗出嚟喎，好似一個跳板嗰啲咁嘅樣彈咗出嚟咧，佢仲係揈下揈下嘅，啊咁嗰個字咧就向下嘅。我無意中攞嚟睇嘅時候，哇！原來發現就係詩篇23篇第一節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睇到之後唔知點解心裏面咧好舒服，好放心，有一種有啲渣拿啦。雖然有渣啦，但係都未有錢啦。過咗幾日咧，就有一個比較富裕嘅一個屋企人，佢就攞咗一張支票，2000蚊嘅支票嚟到屋企啦。本嚟佢唔係諗住支持我嘅，佢係諗住幫助一個宣教師嘅。但係呢個宣教師因為有事咧，就冇去到宣教。咁佢既然已經奉獻咗呢筆錢出嚟，就唔就收翻。咁佢知道我有呢個困難，就解決咗呢個問題。由嗰日開始咧，當我去外國讀書嘅時候，雖然好大嘅需要嚇，但我就唔會擔心。哎呀，如果冇錢點樣嘅，我就會祈禱。到時到後咧，神嘅供應就嚟到。乜嘢令到我有信心？就係嗰一句説話：耶和華係我嘅牧者。你知唔知做牧者？你好淨係餵飽你食咁簡單嘅？唔係噶嘛。他要指引你，又要教导你，又要引导你，啊，又要喂饱你，令到你身心灵都健全。各位，我们依靠的这一位上帝呢，不是只是给你饱足的，他为你开路的，啊，令到你的干旱之地呢又见到江河的。所以各位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呢是紧扣一起的。所以当我们经历越多的时候，你越知道原来耶和华这位牧者是一个供应者，是一个保护者，是一个带领者，是一个赐福者。因为这样的时候，我们都更加能够受到这些福气，我们都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让我们深信，无论在贫困里面，困难困境当中，都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。到时到后，他在他最适当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令到我们每一次行的时候越加勇敢，更加勇敢向前行。求神帮助你。